被小美影响，你知道吗？林立的威，林立的力，林立的威力，林立，林立的威，林立的力，林立的威力，林立，哇！后面好壮观哦！太帅了吧，有回音哎！Hello， 大家好，吴老晴，现在呢，我人在桃园国际棒球场。今天呢，要来做一个特别企划，那就是总监要来验收球迷了。哎，为什么会有这个企划呢？是因为呢，哎，我们乐天女孩平常要练，也要给我验收。其实不止我验收，女孩在舞台上也要给球迷验收。所以今天换我来验收球迷了。挑战内容是跳球员应援舞，只要挑战过关，就会有奖金500块。好，今天的评审呢不止我一个，今天还邀请到了三句哥，挥洒耶，还有我们的新人王学妹雨翰，嘿，蓝图嘿，猛的猛的，哎，刚刚你说到这个有这个红包500块，各位，对，大家要赶快来挑战呢，因为这么好拿，而且还是跳球员应援曲。哎，那所以说今天呢，只要有我们都没有三个队，我们只要集到三个圈圈，所以只要有一个叉，就是没过，对，就没过了。理由为什么？好，没错，原来要讲一下，问一下学妹，她也经过了一年的验收地狱，哎，这一年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非常的难，因为一开始进去的时候觉得每个应援曲都长得一模一样，什么人，然后什么应援曲，就是你要自己用心去背，然后还有每次的脚步都会踩错，我很常踩错。好，那现在还会踩错吗？现在不会了。OK OK OK。有经过你的熏陶，验收，没错，有验收就是不一样，所以今天就是要来挑战大家了，没错，我们十号队友了。是的，那来告诉大家一些小撇步，如果你今天想要验收通过，至少跳错都没有关系，你。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保持你的笑容。身为专业的啦啦队，保持笑容是一定要的。跳错，我永远就在错的节奏里面，但是我很享受我的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表情上就对，这就是啦啦队的本质。没错，没错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就要出发去找挑战者喽 ，Go！ 耶，我们出来了，我们要来找挑战者了。没错，来，有没有？聚众，聚众。对。有没有第一位要来挑战的？哇，我们第一位参赛者！来来，我先问一下，有没有最支持的球员？廖健富。哦，廖健富。陈静也可以跳。陈静也哦，现在在点歌是不是？来，为了让大家不要这么紧张，我们有一位乐天女孩雨翰来跟你一起跳廖健富。耶！等一下G哥的音乐哦。好，直接来哦。来哦。廖健富。廖健富，廖健富，廖健富，就把健富，健富，就把健，就把全力打廖健富，哇，很厉害耶！来来来，桃园忠实的球迷，来来，我们评审们一起打分喽！预备啊，一二三，过关！哦，刚刚已经等很久了，来来来，来，有没有最支持的球迷？对，支持的球员，有没有最支持球迷？有没有最支持的球员？陈俊秀，陈俊秀，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陈俊秀了 ，OK， 来一杯。哎呦，不错哦，不错哦。马上跟对啊，很厉害，而且哦有带表情哦，我有偷偷在观察他哦，还会唱出来，来一二三，过关！等等，你好你好，第
那这支折球，阿秀。梁家荣。梁家荣。好，那就直接梁家荣。来了。Go。大家都会唱哎、全力喝，全力喝，梁家荣，梁家荣啊，梁家荣，全力喝！天哪、啊，动作非常确实哎，没错没错，我感觉我今天的红包应该很快就送完了。刚刚小气给我看，然后连那个抬脚都有抬。还不错，而且重点是非常有力量，真的，魔鬼才细节中，非常厉害。没错的，来，我们一起评审比分啦！一二三，哒！这位球迷也是，这位球迷很眼熟呢。说一下最支持的球员是谁？球员霍英文。还有没有谁？哎呦！然后他竟然是说我们啦啦队最支持的啦啦队温妮，但是你把雨汉放哪里？完蛋！我觉得等一下雨汉就会比差了。完蛋！以后不会帮温妮直播了。来来来，我们就来直接郭彦文。郭彦文是没问题的。好，温妮来喽！来喽，挑战。嘿，超级喜欢郭彦文。嘿，超级喜欢郭彦文。等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太简单，只拍手而已。对呀，比爱心耶，比爱心，比 pose。对呀、啊，来个男的，来个男的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随机。好，随机哦。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好，不要歧视他。这连我都不会跳，连鸡哥都不会，你放心，你不会的干嘛？三二一，啊！Let's go！ 拍手！张敏诗，嘿，张敏诗，嘿，张敏诗。对，这个没蕊过，真的非常厉害，还不错。来，好，来，真的，我们没错，我们一起来比啊、哦！一二三，哒！风吹，好风吹，还有小调皮哦，想给人家奖金。吹了一下，来，我想看球有没有女生？女生有没有女生想挑战？女生有人想夹起来了。我决定来吧，现场抓一个。我帮你拿包。来，我们来挑战一下简单的。拿给我，我帮你拿包包。来，我们访问一下，有没有最支持的球员？林子伟。林子，哎呦，这个应援。今天先发哦。那我们期待一下他林子伟动作。今年最新哦，来一杯杯。哦，来了，哇，好刺激哦。对，好刺激。来，你来这边。射弓箭，拍，哎呦，这个还叫不错哦。林子伟，安道学的林子伟，让你射，林子伟。林子伟每次一下，我们自己阵型就要出来了，没错，好记，我们来，我们一起来评分一下，有没有过关啊？一二三，过关！妹妹，你妹妹来跳，500块可以买很多糖果。对啊，爸爸不能拿，只给你哦。可以买200瓶可乐哦。姐姐陪你跳，没错。来，我问一下，你今年几岁？五岁，好可爱的小奶奶。看几年？一岁就来看了。哇，有没有最喜欢的啦啦队姐姐？姐姐，你有没有最喜欢的？最喜欢谁？
异性相吸啊，三 G 哥对不对？啊，不然这样、啊，这三个你说一个你喜欢的。啊！谢谢，过关了，过关了，不用跳了。直接给钱了，直接给钱了。什么？直接给他来啦！我想看，哎，什么他？我想要看妹妹跳绳，你知道吗？啊、郭彦文，因为他那边有他那个后黑，超级喜欢。对，所以来爱心比一下，妹妹爱心，对，来比一下爱心啊！可爱，来，我们一起看妹妹跳郭彦文的应援曲啊！来，预备哦，拍手哦，来，姐姐陪你跳。喜欢郭彦文，看前面哦，吼嘿吼嘿吼嘿吼，不要心。郭彦文，好可爱哦！常进场看球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姐姐来送礼物了，来送给你。啊，谢谢，还好没有说谢谢阿姨。来。太棒了！客气，里面有250也是我们的。来，我们一起合照一张来呗。我看一下，我还有几包。哇塞！真的是，哎，里面是，这次真的花费，里面是真的有钱，总监基金。这时候就好多人举手。还有没有人要挑战？有，节目我要好好采访一下。好，来。什么？喂，有需要这样吗？听说你有非常猛的事迹在球场上，是什么事迹？我今天没有喝酒了。听说有一次他就是直接喝醉，然后被医护人员抬出去。第二玩家是你是不是？就是你，就是。我们今天应该要给他考个难。对，总监出题，总监出题哦。来 ，OK， 要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来。清醒的时候头可以摇，搞不好清醒跳的比较不好。对，来一个。不要帮他跳，好，不要帮他。让我们从第一排开始，好来哦 ，Go。我们要。来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啦，直接从快的开始。飞侠宋家祥，万丈光芒宋家祥，家祥快飞翔，鸿福若。说来一起评分，还不错。一二三，得！非常高挑的美女来参加了，我们此频道的流量密码就靠你了。来，访问一下，你最支持的球员是谁？怎么办？有点花心。梁家荣、朱玉贤、张明勋，加油！其实我在球场上很常看到他，因为高挑的身影，长腿，其实还蛮吸引大家的眼球。对啊，没错，害羞。对对，因为又漂亮，而且重点是他在场上其实跳得蛮好。真的。那今天就要在这边带给大家拿奖金喽！好，来喽！哇！我告诉你，不只有颜值，还有笑容，动作非常好。在进攻时候
很角色，大胜大胜。我们从第一个到刚刚最后一个，我们都是考球员，这个直接来应援曲，哎、欸，这必须鼓掌。然后我们都在看他怎么跳，我还忘记下一排是什么，我有他来，马上都懂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非常棒哎、欸，来来来，我们一起来举牌哦，一二三，过关。其实我有发现我们的球迷不只会跳。又很会喊，很会。对，對啊、我们刚刚在这边跳，其实镜头没有看到后面嘛，其实后面都跟着在跳，真的，大家会一起跳，一起喊，而且这个声音很大声，我觉得这非常重要，因为它可以带领我们的球员一起更有力量的把球轰出去。我们那个喊的声音啊，你不要觉得自己的声音很小声，当一万人在一起喊一个小声的时候，那个声音真的超大声。对，那是威力的那种，大家都听得到的。没错，没错。这里还有一点红包，我先。收起来好了啦，不然呢？还是我们要再来再选个两个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再选两个，最后两个。我看到一位 OL， 我可以去找他吗？感觉这位可以吗？你可以一起来跳吗？跳一元拿奖金哦。没关系，我们带你。你在派一样是不是？哦、你是在工作是不是？我拿着他一样，然后在旁边这样子笑。他是来工作被我们拉过来，不会不会不会。我跟你讲，简单的郭言文好不好？我们都喜欢看美女比爱心嘛。好啊，对对，拍拍小手，拍手拍手，然后最后一个是爱心，爱心大爱心。对，会一定会了，一定会了，一定会了。来，我们试试看哦。对，拍拍拍，哎，左右。左右拍拍拍，左右拍拍拍，嚯嘿嚯嘿嚯嘿嚯，小艺超级喜欢大爱心，嚯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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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级喜欢郭言文耶！很好吗？有有有，谢谢，很紧张，来来来，我们一起来举牌一下，一二三，过关。刚刚不小心被美女勾去了，到底我是大叔魂、欸？他直接去拉的，他直接去拉人。我才是大叔魂，拉到第一个完全没有回来跳，刚刚是像你吗？来来来，访问一下，访问一下。哎、欸，进场看球多少次？从2013年到现在，哇，每一年都有几10年有了耶！哇，哎、欸，超级资深，那所以随便。哎、欸，不要这样，很狠。验收就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等一下准备音乐哦，我们就试试看喽。好嘞，五六七 ，Go！ 啊！五六七，来了！手机都卡住了，没事没事，还送？你怎么了？看一下我们刚刚那一段怎么的吗？我刚刚进来问号哎、欸，不是只有问号啊，他也问号。我们大概有将近180首，快200首。这就是最佳示范，你知道吗？万一突然哎脑、欸、中空白，停住了，有没有发现刚刚那段？我跟雨翰都带着笑容。哦，你会很轻松，先笑就对了。笑着，先笑，来了，这一次啦，来啦，三五六七 ，Go！ 哪一边？哪一边？定江山，桃源九班，我我哎，还不错，爆发的，非常厉害，因为他的这个动作，我们本来是那种很悠闲的感觉，他有滑冰的感觉。来，预备啊，准备比分，一二三，过关。最后四包，最后四个人，好不好？最后四个人哦，准备哦。我们要哦，来来来，这里一位，已经一位，还有两位，举很久，女生举很久，来来来，我们一起来跳。
好，然后这边一个。好，那好来，好 ，OK OK。请摇。三二一 ，Go。被他们影响，你知道吗？凌厉的威，凌厉的力，凌厉的威力，凌厉，凌厉的威，凌厉的力，凌厉的威力，凌厉！哇，后面好壮观哦！太帅了吧！有回音哎，有回音，有，非常好！来来来，我们一起来给他们四个评分一下啦，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。最后一节访问一下，有没有什么话要鼓励一下我们的球员？各位球员今年都辛苦了，你们认认真真打完最后的比赛就好了。哇，冠军不重要，重点是大家健健康康。哇，真的，没错，球员真的一定要健康，没错。来，下一位也是我们的女球迷。看起来非常非常年轻，你几岁啊？14岁而已。有没有最喜欢的啦啦队姐姐？就要回答一个林香啊！我刚刚叫红包，答太快了。来，宋宋，宋宋，哦、okay ，不错，我们的宋宋也是高挑美女啊。下一位，我那有没有喜欢的球员？林立，林立，哎，就刚好放林立的预言曲、哦。对，放、嗯、想到他就放他喜欢喜欢。喜欢我？我被告白了吗？哇！心跳好快啊！啊！小心看，卡带了。哎、欸，我刚刚突然语无伦次，是从前认识女孩的时候吗？我是今年特别看棒球，我今年，然后我就有在关注小琴的 YouTube。啊、哦！谢谢支持，我们这里也会上我们 YouTube 哦。哇！谢谢永子频道，真的是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来来，我们下一位，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？我想要对我喜欢的球员陈飞说，希望他的伤赶快好，然后帮助球队打季后赛，然后进冠军赛这样。哇，好棒哦！哎、欸，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哦。其实球迷的话，我们听了都会觉得就一下，因为觉得大家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想要跟球员。这样子，谢谢，也恭喜你，很开心呢。今天大家来一起挑战这个总监验收，今天挑战成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佑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熊猫帅，三立严选最划算，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